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303面。203面，倒数第七行，从本为凡夫啊，兼为圣人啊，从这看起啊，这个。玄义，也就是概要，所披根基，这一段呢非常重要。啊，我们可以细心的去对照一下，我们是不是经典上所说的当机，这个对于我们现前修学能不能成就啊，关系很大。啊，如果跟经上讲的相应，没有一个不成就，成就就在这一生。啊，所以关系很重要。那么这一段讲的主要是依善导大师啊，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的话就等于阿弥陀佛亲自为我们所说的啊。他说如来摄持16观法，这就是观无量寿经，净土三经，无量寿经是净土的概论，是第一经，等于是对于净土方方面面全都收到了。而观无量寿佛经呢，它只讲两桩事情，一个是讲理论，一个是讲修行的方法。啊，所以它的范围也不大，但是讲得非常好，尤其是在方法上，他讲16种念佛的方法。啊，这16种呢，可以分为3类：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跟持名念佛。啊，都是修净土的方法，但是它有难易不一样，这前面略略的提过。啊，小本弥陀经也是综合性的，但是文字少，讲的简单，便于做早晚课诵。啊，因为它东西短。啊，可以说它是大经的精华，大经的戒本啊，大本的戒要。那么这是净土三经啊。善导大师在观经注解，他的注解叫《四帖疏》，他说如来摄持16观法，但为常末众生不干大小神也。因为前人有说上辈往生呢是菩萨是圣人，中辈上品啊是阿罗汉往生啊，阿罗汉是小乘，那上辈完全是大乘地上菩萨啊。善导大师说
与大乘心、大乘小乘都没关系，这不干净，没关系。那佛说这个法门是给谁的呢？是给六道众生的。常末，末就是头出头末，就是在生搞生死轮回。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个法门是专度六道里面苦难众生，慈悲到了基础。啊，方法非常巧妙，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啊，这样简单容易的方法，能破见思，能断无明，这不可思议。真有这个能力吗？真有，因为在理上讲得过去。啊，理上世尊在大乘教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这个心天天想佛，没有想其他东西，啊，非常专注。这就今天科学家讲这个念头，啊，念力的秘密里头也说到这个，跟佛说的不谋而合。啊，念力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身上疾病不需要用医药，完全靠念力的时候，能够把身体恢复健康，所有病态的细胞都能恢复正常。啊，用的时候一定要专注，就跟佛法讲修禅定一样，不能夹杂妄念，不能有妄想，万缘真的要放下，它才起作用。啊，只要有万缘，我们的心力就不能集中。啊，对我们是莫大的伤害。啊，这个我们自己要高度警觉。谚语是常讲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我们自己都知道，无始劫来就冤亲债主不晓得有多少，我们正用功他就来整方案，但是功夫用得很成熟了，他佩服你，太沾光啊，就在想用功还功夫还没上到，这个时候是他们扰乱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很重要，这个阶段也非常危险啊！如何保持不受他干扰啊？那就是我们真正对于境缘、物质环境、人事环境真能放得下，就不受干扰啊！我们的功夫才能上道啊，经典里面开始太重要了，这个法门确实主要的就是度六道苦难众生啊，而非转为菩萨为阿罗汉也啊。古人这个说法的时候有问题，不是专门对他的，对他们是附带的啊，所以得兼为圣人啊。往生极乐世界确实啊，有菩萨去往生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啊，只要信愿行具足都能往生菩萨有智慧，众生有智慧，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但是前面我们曾经读到啊，这些苦难众生说真能往生也不是简单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得诸佛威神的加持，所以他才能信、能愿、能
能行。啊，如果没有过去深厚善根这个底子，今天接触还是不行的。这个我们遇到太多了。那我们天天在讲啊，天天在劝大家，几个人相信啊？那这个我们就晓得，什么原因呢？善根不足嘛。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善根不足啊。李老师当年在世劝我修净土，劝多少次啊？真叫苦口婆心的，我们都没有接受。这就说明是善根福德不够。怎么弥补起来呢？天天在学教补出来了。那我跟诸位报告，我相信净土从哪里？从化缘，从法华，从楞严，从这些大经里头认识了净土。看到这些等觉菩萨、文殊普贤、啊观音师至，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才提醒我。啊，没有那几年讲大经，我们对这个还是怀疑。啊，这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经验，就是善根福德不足没关系，可以补得出来。可这个补要有机会多听经啊！我讲经讲了53年，讲给谁听的？说老实话，讲给自己听的，别人是旁听啊。你得多少随你，我自己一堂课没缺，自己得受用啊。自己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你现在这些科学家他们的报告，我能看得懂啊。啊，看清楚，看明白了，啊，对于佛东西就证明了，科学证明了，啊，但是佛讲的比他们清楚，比他们透彻，为什么？佛见性。他们没见性，他们还是凡夫。那为什么呢？他们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放下。那没放下能够探讨到这样的一个深度，这也不稀奇，因为佛在经上讲过。啊，凡夫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非常广大。那在八识里头，它这个作用起作用是最大的，对外能圆到宇宙，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圆不到自性。这佛在经上说的清楚啊，他们果然到这个境界啊。那换一句话说，佛讲第六意识所缘的极限，今天量子力学家达到。非常接近。那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呢？这佛说的很清楚，为正方知。这个正是你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成佛了。啊，我们到今天的教下的熏习。搞清楚搞明白，这解悟啊，解悟帮助我们修行。啊，帮助我们不再受外面环境干扰，这是我们了解了。啊，我们如何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向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啊，过去李老师提过，我讲经时也常常讲，
李老师劝我们换心的。啊，怎么换心？我们现在心是乱七八糟啊。严重的染污，杂念纷飞。啊，把这个东西去掉，换什么呢？换成阿弥陀佛。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啊，怎么样才换过来了？我眼、心、目之中，啊，心跟眼所看到的一切，全是阿弥陀佛，真换过来了。佛眼看众生呐，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眼看众生呐。菩萨看众生，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看佛菩萨都是凡夫啊！你到什么时候真换过来，自己晓得。为什么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啊！看一切众生，他是善，他是恶，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你一看呢，他是无世界来的习气。啊，一个一个你都清楚啊。我们真的回头了，回过头了之后，我们是天天也是帮助他们回头，帮助他们回头，不能着急，不能起心动念，不能分别执着，我们只是一味去做。啊，做的方法就守住这一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是什么？用偶业大师的解释，我真相信，我真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心要恳切，娑婆不值得留恋的，要能放下，彻底放下，极乐世界用外国宗教的话说，是我们唯一得救的一个缘分，我一定把它抓住。啊，我再不搞三途六道了，不干这个事情了。啊，我自己回头了，别人看到了，他看懂的，这就善根成熟，他看懂了，他就会效法，他看不懂了，不要紧，慢慢去感觉。啊，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啊，一部经，一句佛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什么都好。个个都是阿弥陀佛，啊，一切众生都是菩萨，都是善友，都是来度我的，都是来成就我的，我们的感恩的心就生出来了。啊，无量的法门都在这一句佛号。啊，念老给我们说明这个意思，说得更清楚。啊，四帖书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观经中的九品往生，只为尘逆之众生，这就是六道众生啊。
而非专为菩萨及阿罗汉。啊，这跟古大的说法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三辈四土我们通通有份，总在语言不同，我们的语言太殊胜。啊，过去修净土的没有看到汇集本的，这汇集本近代才出来的。啊，汇集本完备也，从前五种语言译本，里面互相都有出入，而且翻译的文字有些地方很不好懂。多一本，有很多重要其他本子重要经文的时候，你没读到，五种都读真的困难，到哪里去找五种本子？啊，现代印刷术发达，也不过是最近三四十年，之前很艰难。我们学佛的时候，印刷术是千姿百态，不容易。现在是电子照相、电脑排版，那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所以现在科技进步，成本大幅度降低。哎，以前一套大藏经还得了？我小时候在我们家乡听老人讲的，我们安徽一个省有几部大藏经，两套半，两套完整，一套是残缺的啊，一个省呢是两套半的，哪有现在一普通人家里都可以供得起一部大藏经。啊，从前法宝稀有，但是人真学，得到一部经书就如获至宝。啊，现在大藏经倒是没人学了。啊，过去有善根有福德，语言不足，现在语言具足，善根福德欠缺。我就遗憾啊，这个本子太难得了啊，我们不要去找那五种原译本了，这一本就够了，全都在里头啊。夏莲老用了十年功夫啊，五种原译本里的精华一句不漏啊，全都在这个本子上。啊，黄念老的注解、集注，啊，这里面集经论83种，古大德的注疏110种，总共193种。集注解的大成，这样得了吗？我们现在人有福啊！啊，黄念老看那么多东西，啊，看193种注子精华都抄在这里头。这两个人了不起啊！这两个人对于释迦牟尼和佛。这后面末法9000年，那是大功德了啊！他们到这个世间来，真没有白来。
这是佛法的功臣，对众生的发布施，不可思议。我们也真是学习这么多年，才识货。那我们认识他了，他是宝啊，宝中之宝啊！他老人家注解那时候刚刚搞出来，是有印的，打字有印，四册。他到美国就带这么一套书，送给我了。我一看，太好了，太难得了。所以我就打电话找人去问他，有没有版权？有版权那就算了，没有版权我就翻译。老居士回了我的话，欢迎翻译，还要我给他写封面，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我们在台湾就印了10000本。第一次印10000本，这些年来到处都有人印啊。那么现在我们把科、注跟经通通汇合在一起。这个本子就变成非常完美的本子了。有这一步够了，我就到极乐世界，反正，法门无量誓愿学，到极乐世界再学。极乐世界有无量寿啊，有就是寿命啊，有的是时间啊，在这时间太短了。有的是精神体力，那边又有好老师，又有好同学。老师是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同学都是大菩萨，我们要这个环境决定不能放弃，一心一意到极乐世界。这又看词，这个词是观经，定善即三倍上下文义。总是佛去世后，就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无著凡夫，无著卧室里的凡夫啊，但以语言有异，语言不一样，致令九品差别。我们今天的语言特深，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善根福德，善根是真心真愿，这是善根；福德是真念佛了，一向专念，大福报啊！这个福报。在现前能叫你身心安乐身心健康，你只要真干，你决定得到真干的人不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他成功了，我们才晓得。刘素云居士，像刘素云居士那个有没有？有，还有几个，我晓得还没见面，都了不起啊！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心、真愿？真干，我们在不在一起不相干，没关系。
啊，所以在电视上学习，在网络上学习，有人呢，不是没有人呐，得真实利益了。啊，我们每天分享的时候，我每一堂课都非常认真的，为什么？真有人在学。啊，我知道，没有真学的人，这就不必讲了，讲了有什么意思？有一个真学的，就要讲，其他的那些人旁听嘛。啊，真学的就是真相当机的，啊，不是真学的，是旁听的。啊，一个两个真学不少啊，佛事门中不是一人。只要有一个真正学的，这佛菩萨就住世啊，一个都没有了。佛菩萨就走了，不住世了。叫机泄了，缘就尽了。啊，我们真学，我们真干，佛菩萨就真照顾。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善缘恶缘，全都是善知识。这个我们在《华严经》53参里面学来的。啊，这个人是善人，样样都叫你称心如意。你在这个境界当中有没有贪念？如果其贪念毁掉了，它是魔，它让你生烦恼啊，喜怒哀乐爱无欲都是烦恼，哎，喜欢也是烦恼，它在方面视线的就像罗刹一样，啊，看你这，你起不起怨恨？啊，所以。顺境善缘锻炼我们什么不生贪念不起心动念逆境恶缘没有怨恨啊总是心地清净平等只要心清净平等智慧就生了觉是智慧你就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所以会修的，像善财童子53参，什么境界都是善友，都是老师，都是一个感恩戴德啊！念德立慈，念德是感恩呢、啊，立慈是立慈，我还是念佛，我不受他干扰。那53个法门代表无量法门，84000法门，门门我都知道。我不学，我就学念佛这一门。一个目标，向着西方极乐世界。善财给我们表演的，那我们真成就了。啊，这是语言有意义，所以有九品差别。啊，是何者？上三品人，是与大凡夫
中三品人是欲小凡夫，下三品人是欲卧凡夫。你看妙法，啊，上三品呢，行量大，量大福大了，啊，量大是什么？是普度众生，啊，希望众生呢，个个都像我一样成就。那小凡夫呢，只顾自己，也顾别人，但是顾别人的心差一点，顾自己的念头重。这有轻重差别啊！下品三人就是同居土地，凡圣同居土地与卧凡夫就是六道里头造业的这种事啊，特别是造恶业。换一句话说，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肯定都三恶道。啊，这是什么？贪嗔痴慢疑重的这些种子。那这些话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先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情绪、怨恨、恼怒、烦，造业就杀盗淫妄，干这些，这什么？这三土啊，恶众生呐。啊，这些人遇到这个法门，他怕三恶道苦，决心回头求极乐世界，是吧？这是他的善根福报现前了。啊，他能不能去？能去。你看经上讲的，只要信。愿行，行就是念佛，真干啊！这些恶的习气，造的无量无边的恶业，不要去理它。你看，不必想着去断烦恼，也不要想着消业障，你就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好，烦恼自然没有了，业障自然消掉。啊，不要让这些业障跟烦恼的时候破坏你念佛功夫，那你就错了了。你脑子里头有一个念头，念佛人怎么会有业障呢？怎么会有烦恼呢？不会，阿弥陀佛没有业障，没有烦恼，我的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所以心里头的烦恼业障全都没有。你得要有这种想法了，这个想法是健康的，是如法的。那念佛人还想到，哎呀，我过去造多少罪业啊，过去生中，那你想越想越糟糕啊，佛都忘记了，全想的是业障，果报就现前了。啊，一定要想到啊，我们想到阿弥陀佛真实功德，这个经上讲的清楚啊，弥陀在阴地，没成佛之前是阴地，发48愿，无界修行本愿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化身的自自然然的功德的成就啊，这个世界成就到今天世界啊，阿弥陀佛并没有中断这个世界的时间，戒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是以
六道苦难众生为第一优先，这善导大师说的啊，让这些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平等的成就啊，啊，这还得了吗？这是阿弥陀佛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法布施啊。你要是明白了，你就晓得我们今天怎么做法。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人的根性钝，造业都造得很重，一切法门当中只有这个法门可以得度。我们要给大家做个好榜样啊，把这个法门修成功了，让大家看看。专弘专修啊，在先前这个环境之下，印光大师说得好，我们要汲取啊，老人告诉我们，道场不要大，20个人就够了。主张是小道场，20个人在一起共修，20个人都能够往生成佛，这个道场功德无比殊胜啊！啊，人多。心杂，问题多，啊，你就要多分心呢，多操心啊。这个对于修行，没有功力的，啊，没有定力，没有智慧的，会造成障碍。人少好啊，啊，这个清修道场，人越少越好。觉明妙行菩萨，那个道场只有12个人，12个人都往生，啊，这就是圆满的功德了。啊，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大家是谁呢？末法9000年的众生，我们要树立一个好样子。啊，我们自己成就了，样子留给别人。照这个样子修，个个都能成就。啊，佛云，下头又说，经义，夜夜出闻贤证，啊，明显的做证据。于是今时善恶凡夫，同沾求品。善恶凡夫是六道里头的，四圣法界有善就没有恶了。啊，让六道众生啊，同沾九品，这里头有上上品。啊，深信无疑，这句话非常重要。
啊，现在修行弘法最难的就是信心没有了，这佛法衰了。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信，讲信愿信，信讲了六条。第一个是信自己，现在人不相信自己，啊，佛法里面讲信心，头一个是信自己，第二个是信佛菩萨。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佛菩萨加持不上。我们自己有一分信心，佛加持一分；有十分信心，佛就加持十分。啊，这个意思我讲的很多了。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是正比例的，我们有多少他加持多少，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我们信什么呢？在一般讲，我们要相信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观经上所说的，世心是佛，世心作佛，这是头一个要相信的，我才能成得了佛啊。你自己不相信你是佛，你怎么能做佛？这个心难生啊。真难。别说初学，老修都不相信啊。啊，李老师告诉我，多少出家的老修行、老法师、临命终时还不相信，真有啊，不是假的。啊，心确实是佛。大经里面佛常讲，一切法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啊，一切法是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心现的，心生的，能生能现，是真心，是自信，那是本性。一切法是所生所现的，那我们要问，极乐世界是不是心现识变的？是的。是我们真心所现所生的，阿弥陀佛也是我心所生所现的，这一点不假了。啊，这些事情你真的是想通了，体会得了，佛跟我是一体。啊，佛建立极乐世界是为我建的。我今天念佛是回归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的是家人呐、啊，家园呐、啊，啊，阿弥陀佛的确是亲人呐、啊，不是外人呐、啊，真心才能生得出来。
在外面流浪久了，想回家。极乐世界是老家，真的一点都不假，哪有回不去的道理？凡夫真的难，对事实真相不了解，这个难了。张家大师告诉我，大乘佛法至难行矣，经中的行太容易了，你对他透彻了解，那真难，真不是容易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紧的是深信无疑，真相信。成佛愿力，习得深也，这个要感恩。佛的宏愿，戒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在哪里？不必问，到时候用不着我们自己去找，佛来带我们去。所以我们的心是定的，没有疑惑。佛决定来接引，我真有功夫，也就是真放下了，我什么时候想去，佛就什么时候就来了。又于行卷记前开始大无量寿经之记，什么人是无量寿经的机缘？是其机者，在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这句话说多清楚，一切善恶大小凡愚通通有分。我们对自己就不要怀疑了，这些话通通是善导大师讲的。大师之说，尚且甚信，这个甚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是粘土导师的心愿，下恰群集，下面呢，对一切众生通通得度，使大有功于净土，让一切人对净土一律一扫而光，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善导大师到这个世间来，帮助我们破疑生信。故中热注释多宗次数。在中国，以无量寿经修行的人不多，主要就是什么？真是古德所说的，没有一个好的本子，五种本子多看找不到。印刷术宋朝才发明，宋朝以前都是手写的本子，所以流通量很少。宋朝发明这个印刷术，
是一块一块刻在木板上，一张一张的印。这种方法也用了几百年。这方法很笨拙。我到金陵刻经处参观，这个木刻叫刷。一个人一天能做多少呢？顶多能做三册。毛边指印的，装订成册，一天只能做三册。那像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一天都做不出来，至少得两天。才能做出来，这不容易啊！这现在的印刷术太快了。日本当年在中国留学的这些法师，他们是善导的学生，是原书生的，亲近善导大师。回国之后，建立各个宗派。对于《无量寿经》，他们真下功夫。这五种原译本，他们只用一种康僧铠的本子。注解有三四十种啊，中国《无量寿经》注解只有两种啊。所以他们《无量寿经》确实是洋洋大观的，这是真下了功夫啊。都是跟善导大师学的，都遵守善导大师教诲。如日本获赞第十八愿，十方众生三辈三辈众生皆是居夫凡夫，是其极也。第十八愿是生念必生。哪些人呢？十方众生，全是。三辈众生，通通是凡夫啊。居夫就是带着烦恼，带着业障。不必断烦恼，不必消业障，一句佛号全自然消掉。把心换了，都是当机的。后佛云：“如云霄云，云霄是韩国人，也是善导的学生，这都是唐朝时候人，是韩国净土宗的祖师，是。”四十八大愿，初先为凡夫，后兼为三乘圣人。主要是度六道凡夫六道凡夫都能得度，何况三乘圣人？所以只要具足心愿心，没有一个不成就。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兼为圣人。此说之要妙，在于直显如来度生无尽之悲愿，扫尽凡夫退切之心，普令正信此法，发心念佛，成佛愿力，习得往生。这个结论结得好啊！那我们是不是当机？就问我们自己信不信？真相信，
从此以后不再想烦恼，不再想业障。啊，这个念头断了，为什么呢？我这一句佛号通通断掉了。你对佛号要有信心。啊，没有信心，还常着想着要用什么方法来消业障，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这个事情始终困扰着行人。啊，几个修行人能够突破？这问题不仅在现在，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通通有这问题。啊，实际上，释迦弥陀全都替我们安排好了，只是我们自己不清楚，误会是自己，不是佛菩萨。啊，古来大德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这就是过去经典流通量太少了。我学佛的时候，60年前，在台湾找一本经书找不到。啊，市面上买不到。全台�湾只有3家印佛书，印的量很少，种类也少。啊，像这样的经的时候没人印，印的多半什么呢？金灿佛寺，那得有人买呀，印这个没人买呀，没销路啊。啊，印的量呢，多半都是1000本、500本，他就印这么多。啊，在台北有一个印经处，印佛书，朱金咒老居士办的。啊，这是免费赠送的。啊，我初学佛认识这老居士，所以印经处所印的东西，他都会送一本给我。啊，量不多。啊，大概只有20-30种。啊，台中有个瑞城书局，台南有个庆芳书局，台湾就3家。太少了。那这样的经那怎么办呢？你到寺庙去找大藏经去抄。只有这个办法。我初学佛的时候在善导寺啊图书馆里面抄经。啊，还抄了10几部，那自己要用啊，只有去抄啊，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呢？啊，所以祖师说了，很少人知道，一般人都不晓得。哎，讲经的人没有认真讲，又没有详细讲，啊，都是轻描淡写，点到为止，啊，不是真修啊。啊，就这个戒得好啊，啊，最近这30年。印刷术发达了，啊，从照相影印发明之后，进展就很快。啊，现在技术高明，你说我就是想买一套四库全书，他就给你印一套，现在就有这个本事。哎，你要一套，马上就给你印一套出来。方便呢，
以前没有几百套，他成本收不回来，他就不赢了。现在一套都可以，都可以替你赢。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专接上根，旁接中下。这个说法又不一样了，很有意思。此说从文字表面上是同于甲二凡于乙，我们甲是第一段，乙是第二段，好像跟第一段讲的相同。上辈全是菩萨往生，中下根性呢没分。那么第二段讲的是，佛是专门为六道罪业深重的凡夫，全都能得度。那么幕后讲的是专接上根，好像是跟第一段讲相同，而实际上呢，它是与第二段相同。主我辈凡夫均可只等九品，故与甲根本相违也。第一段呢跟第一段是相违背的。六道凡夫可以直接往生九品，就在语言不同。但此为专接上根者，盖恐世间浅见之事。这是世间一般世间人呢，真是浅见的。每一位净宗，乃斋公斋婆之心而辟视之。我们初学佛就犯了这个毛病。认为什么呢？净土宗是老太婆教，是哪些人学的？没有知识的人，大概是佛用这个方法来安慰他，不见得是真的。这个怀疑所以李老师非常慈悲，劝导我。我都没办法接受这个错误的观念，很深很深。学佛大乘经教欢喜，这受方东美先生的影响。当初他告诉我，佛门里头十分之二最高的哲学，其余的是属于迷信。这老人家早年教我的，我相信他的话。他只说性相两种是高等哲学。法相为实，跟大乘的信众像般若、华严、法华论言这些东西是最高哲学，我们的目标都想着这个净土宗总认为是老太婆教。我到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他学净土。我跟他学楞严，学华严。
啊，我怎么样相信净土呢？是讲《华严经》讲了一半，有一天叫心血来潮，冷静地去观察，文殊普贤修什么成功的？啊，善财童子，因为讲到五十三参嘛，善财童子是修什么法门？你看普贤行愿品五十三参大概讲了三分之一了，都没有看出来啊。照着清凉大师苏超去讲，你想没错啊，自己就没有体会到啊。这念头一生仔细去观察呢，发现了，讲过啊，也没讲错啊。毛病发在哪呢？毛病是我们只讲文字，没有体会里头的真实意义。回头这些关照可不一样了，立刻就发现了。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的关键人物，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也，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了，求生极乐世界。那中国人跟印度人一样，先入为主，他把它摆在第一，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他专修这个法门。啊，那么再看最后，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一头一尾，我明白了。善财专修净土啊，那旁边接触的这五十一位善知识，代表一切法门、无量法门。他参访是什么？他都知道啊，他通通晓得，但是他不修。所以科判里最后一科叫念得立此，他去拜访。啊，这个善友把他的法门讲给他听，他都懂。啊，最后念的是感谢，礼辞是什么？啊，恭敬礼拜，离开他不学法门。啊，门门都会，他并不修学，他没有杂修，他专修。啊，所以到末后的时候，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专修是根本智啊，参访是成就后得智啊，无所不知啊，他才能教化众生，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啊，教化众生要有方便，方便就是广修多闻，广修多闻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这才了解。啊，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看到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这是恍然大悟啊！啊，文殊普贤是我们最羡慕的、最尊敬的菩萨啊，他们求生净土，才知道净土殊胜。才知道净土是个妙门，观念转过来了啊！才知道这斋公斋婆了不起。斋公斋婆是什么？上上根人呐，就是这里讲的。那如弥陀苏超也。有起心因缘分数，《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名性为初心的有四种起。啊，初发心，刚刚学佛，
有四种不同的根基。你看呢，以离忏灭罪也，脾初级，这很多人，这是我常看到的啊。你看都是去啊去拜忏，去做法会，求什么？求消灾灭罪。那知佛们的是现在情形啊，啊，以修习止观呢，辟中极。那这止观是大乘的，这修禅定啊，啊，止观就是禅定啊。以求生净土啊，是辟上极。啊，真正能相信净土人了不起啊！是初呢是业障众生，中呢是凡夫二乘，是指净土是大乘菩萨所修啊！那不生是自在公在婆，哎，他肯相信，那就是大乘菩萨。那为什么呢？三年五载呀、啊，他往生就成佛了，那这还得了吗？那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呢、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没念过书啊，他相信啊。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没有不认识字，没有文化就轻视了他，说不定人家根性在我们上面，他要接受净宗三年五载的成功。我们三十年、五十年赶不上你啊，真是善根呐！又要解啊，弥陀要解，为持名，法门深妙，破尽一切习论。破尽一切习论是放下，斩尽一切意见，这一切意见是讲的宗门，习论是下脚下，这个不容易啊！脚下千经万论。遇到念佛法门都甘拜下风啊，一切意见是禅宗宗门啊，遇到净土也特别礼敬啊。我以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这真的叫上上根人，都是大菩萨。马明龙树是印度的，智者永明是中国的，啊，都是第一等的高僧大德，他们彻底淡河得去啊！这四个人都是念佛往生。啊，这还得了吗？盖因持名一法，乃至圆至顿无上法门，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故曰深妙啊！啊，这个法门看起来好像浅显的，实际上无上甚妙。啊，智圆，圆教圆到极处，圆中之圆。
啊，一丝毫欠缺找不到。至顿，顿是顿超，快速。所有一切顿教当中，这是顿中之顿，哪有这么快的？你一天就能成功。啊，《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啊，连个宋朝盈科法师三天都成功。禅宗三天不能大彻大悟。净土这三天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大彻大悟，为什么呢？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啊，他虽然带着烦恼，他没断烦恼，没有小业障。啊，三天他就成功了。我们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啊，只要真心、真愿、真念佛，啊，这个真念佛不许有杂念夹杂。啊，印光大师一生用的这个方法，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就是一大师。为什么不许杂念夹杂？啊，这是属于技术上的问题。啊，心理上的问题呢，是真放下了，这个重要。技术其次。啊，真放下了。这个世界，我在住旅馆，这两三天我走了，这旅馆的一切好坏与我都不相干，我管他这些事情干什么？啊，都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你有分别之处，我没分别之处。有分别之处看不清楚，没有分别之处看得清清楚。啊，没有分别之处用的是真心、智慧；有分别之处用的是妄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真的就落实了。啊，真正念佛人，我相信，他有个愿望，这个愿望跟阿弥陀佛有个默契，那就是什么？我随时可以往生，我在这多住一天是为阿弥陀佛表法啊，多带几个人，多让几个人升起信心，多带几个，自己随时可以走，所以他一点留恋都没有，他什么都可以随缘，什么都好。这个观念要有，啊，刘素云跟我讲过，他就是这个念头，啊，在这个世间住一天，阿弥陀佛要我表法，我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啊，随时可以走。啊，真正有这个观念，
对这个世间就没有牵挂了，就得大自在了。有牵挂不行呐，度众生都不能有牵挂了，有牵挂度不了众生呐，不但度不了众生，自己也没度了，彻底放下。啊，真的身心自在，法喜充满呐！啊，展开经卷，就是面对弥陀，啊，听弥陀给我说法。我在佛讲，跟大众分享，啊，跟有缘同学们分享。缘成熟的，他一听他就悟了；缘没有成熟的，熏习，一遍一遍慢慢熏习。啊，因为我也是熏习成就的。啊，我的根不是好上上根。大概熏习了20年，才真正认识净土。啊，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光碟、过去磁带，留下来不少。啊，同学要有兴趣，你听听我从前讲的无量寿经。再听听我今天所讲的无量寿经不一样啊。我不是说留一手没有，活盘托出。啊，遍遍不一样，你就晓得我遍遍在提升。啊，说明年年境界不一样，月月境界不一样，他怎么会不欢喜呢？啊，老停在一个地方没有进步，人就很苦恼了。啊，一部经还是这么多字，啊，遍遍不相同啊，啊，一遍一遍的看。啊，我讲过的东西，我要不要看？不，根本不看。啊，大经结言义讲完了，我就把它封存了，不看了。啊，讲这部经啊，我又从头来起，我字字句句还是非常细心。啊，一遍一遍不一样，我看从前的会从前受它影响，不受影响。啊，日新又新呐！啊，所以真的，这个法门。发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智圆智顿无上法门，非四量分别之所能及，这是妙，你不能够去想，你也无法去说，但莫知念去，这个莫是自然的意思。有忽然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自自然然，你就一直念去，不假方便，不要再借任何的方法方式。
啊，家添一点附加附带物不需要。要不要加一点禅观？要不要加一点密咒？啊，都不需要。为什么呢？它就是禅，这一句佛号就是禅，它就是密。啊，八万四千法门都在这个名号里头。你只一直念下去，一切法门统统具足了，妙不可言。啊，所以不借任何方法，不落思量，没有任何意思，我就一直念下去，老老实实的。啊，也不要修止，也不要修观。啊，我在讲望净华严观的时候，后面两种是方法，后头两段修五止其六观。啊，五止六观是华严经修行的方法，我们今天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代替了。五止六观不好修啊，这个发心专念多方便呐、啊，比五止六观还圆满，五止六观通通在这里头。啊，执起执用，自得心开，心开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点都不假了。啊，只要你会用功，你真听话，当下了破镜息论。破镜息论是什么？超越脚下，华严天台法相三论，这脚下了全超越了。当初一切嫉妒分别，这是禅宗。宗门教下的时候，就这一句完全超越了。故云如是深妙之法了，唯有马明等肉身菩萨实能至下乘当彻底淡惑也。这专接上根呐、啊，我们能够学到也是上根呐、啊，不是上根他怎么能这么专？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老太婆，他接受这个法门，杂念没有了，一心念阿弥陀佛，三年欲知实知站着往生。宗门教下的大德比不上啊，他欲知实知啊，一点不假了。那四十多年前，我们亲眼看到啊，台南将军乡的一位老太太，那个时候我在佛光山教书，啊，佛光山离将军乡隔壁，大树乡和将军乡隔壁。啊，这个佛光山一个长工，佛光山的工程几十年没停过的，天天在做工，天天在建设。啊，所以说长工啊，他一生就在佛光山做工啊。哎、啊，这个老太太跟他是邻居，所以情形他非常清楚。
啊，他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老太太人很慈悲，好人。啊，待人呢真诚、慈悲。啊，姓沈，什么神都拜，心地善良。3年前娶了个儿媳妇，儿媳妇是学佛的，劝她的婆婆不要到处乱拜。啊，家里设个佛堂。供西方三圣，在家里头念佛、拜佛，啊，劝他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他真听了，啊，念了3年，也跟平常人一样，啊，一丝毫这个。差异都没有。啊，临走的这一天，他也没有告诉家人。啊，我们想告诉家人，怕家人呢干扰他。啊，他晚上往生的。啊，晚上吃完饭，跟他的儿子、媳妇、家人讲：“今天晚上你们先吃。”不要等我，啊！他说我去洗个澡。他真的洗澡了，但是儿子媳妇很孝顺，还是等他，等了很久没出来，在下面看看，看看真的，他不在房间里，真的洗澡了，啊，换了衣服了，到最后找家头也没声音。看在家里小佛堂，他站在佛像前面，穿着海青，整整齐齐，手上拿着念珠，面对着佛像。啊，叫他不答应，走到面前看了，他往生了，站着走的。这一个地方就轰动了，真走了。3年了，啊，从一个拜神的，回过头来专念阿弥陀佛3年，所以这长公劝我们念佛，亲眼看到的，一点都不假，不骗人。那是40年前的事情。我在高雄谈到这个事情，还有人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相信，他的媳妇懂得敬重教义不多，老太太善根深厚啊，一听就相信啊，就不怀疑，就接受了。啊，如果对教理真正通达，那念佛就不一样了。真正通达的人念一天，我相信一般人念10年的功夫赶不上他一年的功夫。不是，他真晓得吗？明了，一点不迷惑吗？啊，这些都是上上根人的。啊，马明菩萨东天竺人，天竺是印度，东印度人，传佛行印。为禅宗第12代祖师，
从印度算起，大摩是第28代到中国来了，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中心大乘，造大乘起心论，论末劝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这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劝人念佛生净土。龙树大师，这个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南天竺人，南印度，为禅宗第14祖，开铁塔，清净金刚萨埵，佛为密宗之祖，密宗是从他传的。他开铁塔，见到金刚萨埵菩萨，这是密宗的大师。密传给他，他传到世间，入龙宫取华严经，又为华严宗主。在他之前，没有人知道有华严经。传记里面记载，龙树菩萨非常聪明，他是初地菩萨，应该是别教，不是原教。那么别教初地等于原教初住，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刚刚进入十八土，习气还很浓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是3个月全学习完了。傲慢心升起来了，觉得什么？这个世间没有人能超过他了，这世间第一人，有一点值得骄傲，有这么一个味道。大龙菩萨把他接到龙宫里面去，让他亲自看到释迦牟尼佛初成道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定中所讲的这一部华严经。他一看了之后，傲慢习气立刻就消掉了。为什么呢？太伟大了。这部经多大分量？13000世界未成记，14000天下未成品，就吓到了。再看中本华严，华严经的解要分量还是太大，这个世间的众生没有能力受持。看下本，下本上目录提要，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四库全书1500册，那大本会要500册，好像是中本，目录提要5册，分量多少？10万集，40品，这个行，这个阎浮提众生可以受持，就把这个带回来了，在印度就流通了，所以小乘人不相信，不认为是佛说的。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大乘完全接受，那么这个经传到中国来，
是个残缺的本子，啊，差不多只有一半多一点，原本没有了，在这个世间已经找不到了。所以今天华严最完整的本子是中文翻译本，听说四十华严原本还有，就是幕后这一篇普贤行一篇啊，前面这三十八篇呢没有了，找不到了，这龙树菩萨了。中国大乘八个宗，八个宗都认他为祖师，是叫八宗共祖，就是说大乘法哪一个法门跟他都有关系啊。佛广造众论呢，立弘净土啊，龙树菩萨也是往生净土的。楞伽经玄寂曰，这佛预计登欢喜地，就初地往生净土，所以他也是净土中的祖师。我国称大师为八宗之祖，天台南山是六宗，法相三论诸宗，亦皆从其为七宗之祖。念佛往生净土的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身心豁然，得入法华三昧，亲近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呐！啊，这中国大师，相传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因为住在天台山，所以就称他为天台大师。啊，称他所传的为天台宗。啊，临终的时候，又携细相，称念弥陀观音而起，这是往生净土的。啊，雍明大师于天台少国寺发明心性，这就是明心见性。他是先修禅，在禅宗里头大彻大悟，以后专弘净土，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所以净土宗的六祖是永明延寿大师，啊，乃法严宗的嫡孙，啊，这是有师承的，后专制净土，啊，专修净土，念佛往生，这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啊。啊，日诵洪明十万声，你就晓得有名人元寿大师，他的日库每一天十万声佛号，而且还坚行108次，不简单的，蒙观音大师甘露灌顶。啊，甘露灌口啊，智慧大开，妙慧涌现。啊，著净宗净录100卷。啊，宗净录号称为小藏经，是什么？大藏经的揭露。嗯，就像我们现在读书，把那好的句子画起来，总结起来，全部大藏经的，这宗净录。啊，
真不可思议啊！大藏经太大了，怎么看法？看中经录，就看大藏经的精华啊，100卷。啊，这个人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即心辅助，万善同归集，巍巍法聚啊，光照万事。72岁分享别众，坐脱西归。以上四德啊，他们在高僧传都有传记啊，大家可以看看，这是中国佛教的圣人啊。马明跟龙树是印度的啊，智者永明延寿大师、善导大师，这是中国的啊，善导，阿弥陀佛再来；永明延寿也是阿弥陀佛再来。法门龙象啊，要解为如是之人，实能彻底承当净土法门。净是学人，言得以世俗之见而鄙视净土也。啊，这是一些前世之人呢，把净土看清了啊，包括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产生严重的误会啊。那么专接上上根人，这些是上上根人。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得，只要是真心切愿老实念佛，都是上上根人。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跟马明龙树智者永明是平等的？这还得了吗？而且这一桩事情是一生成就，不要费多劫多生，不需要啊。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阿惟越致菩萨。经上说得很清楚，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啊、德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这个时候才真正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太慈悲了，对每一个人平等照顾，没有彼此，没有后薄啊。因为阿惟越致菩萨就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里会有分别之处啊？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方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学这些人啊，因上我们以他们为榜样为模范，国地上决定跟他们平等。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